这坏的。我是从江苏无锡来的游客，这次专门来山西玩，好像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，这个本人也确实很想玩啊，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来一千马参观。然后至于参观的感受的话，还是非常震撼的，因为之前我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大一尊佛像。我们是从北京过来的，挺受震撼。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一代学习理解，然后能够去继承和传承。导游小姐姐还在讲，好像马上要开一期黑神话的这个旅游专线，我们也比较期待。今年的话，同比要增长到170%左右。去年我们到这个时候大约是几千，但是今年的话是12-13左右每日。大家都会很感兴趣，就是黑神话悟空带领大家游览山西。在建筑方面上用到了双套筒结构和内套筒外套筒两个筒中筒的结构，使木塔紧紧的连接，也使木塔具有一定的刚性作用层和柔性作用层，在结构上又分为明层以及暗层相互连接。这样的硬线木塔既柔也刚，那么在活动的同时，刚性层会将它紧紧的拉力内收，所以使木塔更加稳定，配合着地震的动力，而塔身自己也会微微的晃动，它是一个活着的建筑。一层用到了56根立柱去承接着一层的重量，以此向上。第二层、第三层每一层都是套筒结构，内柱8根，外柱24根，环环相扣，构成非常稳定的框架梁体结构。在应县木塔塔上共使用斗拱形式达到有59种，组合方式有488朵，功能有别不同的斗拱，有中国历史斗拱博物馆的美誉，人们称它为百尺莲开，如同朵朵盛开的莲花一样。这就是层层斗拱松茂雅合拼接而造成的一种美，也是我们视觉感最有冲击力的斗拱层次。定期的会在这个就是本体内进行一个清扫，持续的加强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的这个原则。24小时，也会配备安保人员，进行不间断的这个巡逻。现在已经升级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反制系统，而且呢还配备了2把这个无人机的反制枪，这方面工作也是在持续的加强。